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本期视频我们用36段的磨尺来做单峰骆驼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下。第一节旋转，数1、2、3、4，数四节啊，旋转，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再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接着我们从这边往下做，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1、2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我们把最后两节啊旋转，这样就做好啦。我是悠悠，喜欢记得关注我哦。